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第484期，英国经典文学名著曼斯菲尔德庄园第39章。第二天，芬妮给姨母写了一封信，要是托马斯爵士知道他这时的全部心情，那么他是不会感到失望的。因为虽然由于睡了一夜，又迎来了愉快的早晨，怀着很快便能再见到威廉的希望，又由于汤姆和查尔德已去上学，萨姆已出门办自己的事儿，他的父亲也照例上街闲逛了，家中已变得比较安静，他可以在信上轻松地谈他回家的事儿，但是他心中仍闷闷不乐，充满了各种不如意的感觉。要是在一星期结束之前，他哪怕能了解他的一半心情，他也会觉得克劳福德先生一定能一样以偿，他自己的明智决策也会功德圆满。一星期还没过去，失望已接踵而至。首先，威廉走了，史拉什号接到了命令，风向也变了，他回到普茨茅斯还不到四天便得出海了。这几天中他只见到过他两次，而且都是在他上岸办事的时候，时间又短又匆促，他们不可能自由地谈天，不可能在堤岸上散步，不可能造访造船，是的，不可能造访造船厂参观史拉什号，他们的计划和指望全落空了。在这方面，他觉得一切都不顺利，只有威廉对他的感情没有变，他离家时最后想到的还是他。他特地走回门口说道，妈妈要照顾范妮，她生来软弱，与我们不同，不习惯粗鲁的举动，我要你照顾好范妮。威廉走了，范妮不能欺骗自己，他留给他的这个家几乎每个方面都与他所期盼的截然相反，这是一个吵闹混乱粗俗的住所，没有一个人懂得怎样待人接物，没有一件事儿做得合乎情理，他无法像他原来希望的那样尊重他的父母。对他的父亲他本来信心不大，但他对家庭的忽视，他的笔漏作风，他的粗野举动都超过了他原来的想象。他并不缺乏能力，但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除了他的职业什么也不懂，他读的只是报纸和海军军官名录，他谈的只是船坞港口斯皮特黑德和亲爱的海港，他骂人喝酒不修边幅，语言下流。他回想他从前对他的态度，没有一点称得上温柔的，他留给他的一般印象只是脾气暴躁声音响亮。目前他几乎连正眼也没瞧他一下，只是拿他开粗俗的玩笑。他对母亲的失望更大，他本来把一切寄托在他身上，但结果一无所获，他所重视的每一个亲近他的计划很快都成了泡影。普莱斯太太不是不知此爱，只是女儿不能获得他的欢心和信任，变得日益亲密。他给予女儿的爱只限于他到达的第一天所表现的那一点，不能再进一步。自然的本能很快得到满足以后，普莱斯太太的感情便找不到其他源泉了。他的心和他的时间挤得满满的，他再没有闲暇和慈爱可以分给范妮，他从没重视过他那些女儿，他喜欢的是儿子，尤其是威廉。贝切是第一个得到他另眼相看的女儿，他对她的宠爱已变得极不明智。威廉是他的骄傲，贝茨是他的宝贝，母爱的其一部分便由约翰Richard、Sam、Tom 和 Richard 占有，他们轮流成为他的烦恼和安慰，
这些孩子分有了他的心，他的时间主要给了他的家和他的佣人，他的日子消磨在迂缓而忙乱的生活中，他总是入不敷出，总是唉声叹气，可是从不想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希望节俭，又无计可施，无法坚持。他对仆人不满，又没法管理他们，不论帮助他们、训斥他们或者听其自然，都不能得到他们的尊敬。在两个姐姐 Price 太太与伯特伦夫人很相像，但不像诺里斯太太，她不得不操持家务，可是丝毫没有诺里斯太太那样的精致和使得那样的兴致和精力。她天生好逸恶劳，行动懒散，像伯特伦夫人，她应该过同样富贵安闲无所事事的生活，这比起失算的婚姻，使她必须靠精打细算、自我克制来维持日子来，要对她合适的多。她可以像伯特伦夫人一样，成为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妇人，而诺里斯太太本应该做一个收入不多的家庭中九个孩子的母亲。这些情形，范妮当然大多意识到了。他不会把他的感觉形诸语言，但他们必然在他心中形成了一个看法，认为他的母亲没有尽到责任，是一个没有头脑、只知混日子的懒惰女人，不会教育和约束他的孩子们，他的家务管理混乱，极不舒服，他本人没有文化，不会讲话，对范妮也没有感情，他不想了解范妮，不需要他的友谊，也不愿意他谈心，减少他那些感觉。但范妮渴望对家庭有所帮助，不至显得高高在上、漠不关心，仿佛接受了外国教育，便不能也不愿为他的幸福出一把力了。因此，他立即着手为 Sam 操劳，起早摸黑，坚持不懈地干针线活，终于使这个男孩得以准备好大部分行装，如期出发了。他为自己的贡献非常高兴，他不能想象，要是没有他，他们能怎么办？萨姆尽管大声大气，不太听话，他还是舍不得他走，因为他聪明懂事，不论要他上街干什么，他都愿意。苏珊的责备哪怕很有道理，如果不合时宜、出言不逊，他也不予理睬，可是范妮的帮助和温言劝导却开始对他发生了作用。他的离开使他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兄弟。汤姆和 Richard 至少比他小了好几岁，还没有达到理解和体谅他的年龄，还不可能做他的朋友，也不可能不淘气。他们的姐姐很快发现他怎么也不能影响他们，他们是不可驯服的，即使他有力气和时间开导他们也没有用。每天下午他们的游戏总是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他早知道，是的，他早已知道，每到礼拜六下午他便不得安生了。贝茨也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从小便把字母表看作他最大的仇敌，他的母亲让他寻心雪意地跟佣人厮混，然后又鼓励他汇报他们干的每一件错事，指望他爱别人或帮助别人，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对 Susan 的脾气他也有许多疑虑，他老是跟母亲闹别扭，一句话不对便同 Tom 和 Richard 吵嘴，对 Bates 发脾气，这一切都叫 Fanny 不能忍受。他觉得哪怕他们都事出有因，是受到了挑衅，但个人的性情可以使他们发展到这个地步，这种性情总不是可爱的，也不是他可以依靠的。这么一个家，要使他忘记曼斯菲尔德，不再时常怀念埃德蒙表哥，那自然是不可能的。相反，他头脑里想的还是曼斯菲尔德，他那些可爱的居住者，他那种愉快的生活方式，他现在住的地方
一切都与他相反。曼斯菲尔德的优美、文雅、整齐、和谐，也许尤其是他的平静和安宁，正由于与这儿的一切截然不同，随时随地都会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范妮的心情和气质是温和的，柔顺的，不断吵闹的生活叫他受不了了。想象的优美或和谐不能完全取代现实，这是一切中最大的不幸。在曼斯菲尔德听不到争吵的声音，喧嚣的喊叫，无理的咒骂，粗暴的语言，一切都有条不紊，明朗愉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得到关注。和善的态度一旦遭到忽视，清醒的理智和良好的教养立刻会弥补他的缺陷。诺里斯姨妈有时也会引起一些小小的不快，那只是短暂的，微不足道的。他们与这个家庭中不停的喧哗相比，犹如一滴水之于海洋一样。在这里，每个人都吵吵嚷嚷，每个声音都那么响。也许除了他的母亲，他讲话单调，有气无力，与波特伦夫人差不多，只是显得有些烦躁罢了。他们笑什么东西便大声嚷嚷，佣人为自己辩解也是从厨房里嚷嚷，房门整天砰砰作响，楼梯从没一刻安静，一切都会咔嗒出声，没有人会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人讲话，别人会注意地听。一周结束以前，范妮在比较两个家庭给她的印象时，不免想起了壮。是的，约翰逊博士对结婚和独身生活的著名论断。虽然曼斯菲尔德庄园可能有一些痛苦，普茨茅斯却没有任何欢乐。曼斯菲尔德庄园第40章。范妮没有猜错，克劳福德小姐现在不可能像他们开始通信的时候那样一封接一封地给她写信了。 Mary 的下一封信已隔了相当多的日子，但是她以为可以如释重负地度过这段时间，她却想错了。不过人心的变幻莫测，在这里又有了另一种表现。她确实很欢迎这封信的到来。自从离开那个文雅的社会，与他习惯的关心的一切隔绝之后，他成了背井离乡的游子。一封来自他所向往的那个生活圈中一个人的信，一封饱含着感情的笔调优美的信，自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忙于应酬不能及早给他写信只是一般的借口。这以后他便写道：现在我终于拿起笔来了，不过我的信也许不值得你一看，因为信末不再有爱情的表示，不再有全世界最忠诚的汉克写的三四行真情的话了。 Henry 在诺福克是十天为阿弗里汉姆的事儿去的，但这也许是他的借口，原因只是要你出门的时候他也出门走一趟。总之他在那儿，顺便说一句，他的离开才是他的妹妹没有及早给你写信。如果他在这里，他总会催促我。嗨 Mary， 你什么时候给范妮写信？怎么你还不给范妮写信？现在谈我们的事儿。在经过几次努力之后，我终于见到了你的两个表姐，亲爱的茱莉亚和亲爱的拉什沃斯夫人，他们昨天来看我了，我们很高兴终于重又见面。我是说我们似乎很高兴，实际上只是有些高兴。我们谈了许多话，要我告诉你我提到你的名字时拉什沃斯夫人脸上的表情吗？
我一向认为他并不缺乏自制力，但是昨天他却没有充分表现这种能力。总的说来，茱莉亚的神色是两人中较好的，至少在谈到你以后，从我谈到芬妮，把她当姐妹一样谈起以后，他们的脸色就没有恢复平静。但是拉什沃斯夫人神色安详的日子就会到来，我们接到了请帖，她要在28日举行第一次招待会，到时候她会变得很美丽，因为那时她要在温普尔街一幢第一流的房子里接待客人了。两年前我到那里去过，那时她是拉塞尔斯夫人的住宅，她几乎比我在伦敦见过的任何房子都漂亮。当然到时候她也会自鸣得意，不妨用一句粗俗的话说，她会觉得她这次的买卖做得很合算。汉瑞不可能给她提供这么一幢房子，我希望她能记住这一点，像她可能说的那样，满足于在宫殿中当她的王后。尽管那位国王最好躲在后宫，不要露脸。由于我不想惹他生气，我决定不再强迫他听到你的名字。他会逐渐变得清醒的。从我听到的一切推测，怀尔顿·海姆男爵还在追求茱莉亚，但我没听说他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他应该有更好的前途。一个穷男爵没什么了不起。我不知道这个人有哪一点可取，除了一副响亮的嗓音以外，他什么也没有。要是他要另一种东西，那就大不相同了。我是说，要是他，是的，要是他有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嗓音，而是出类拔萃的田地，那该多好。你的埃德蒙表哥行动迟缓，也许是给教区事务缠住了身子，说不定在桑顿莱西有个老太婆要皈依国教，如果这是为了一个年轻女人，我可不能答应。再见，亲爱的范妮，这是从伦敦发出的一封长信，你也得好好回我一封信，让 Henry 回来看了高兴，告诉我你为了他把当地所有年轻漂亮的上尉都不放在眼里。这封信里有不少地方值得深思，但大多是不愉快的。不过尽管看了他觉得不自在，他还是与他离开的那些人有关系，他谈到的这些人和事，他从没像现在这么觉得好奇。要是每星期都能收到这样一封信，那就好了。他与波顿的姨母的通信也是他所关心的，但那是属于另一类更重要的事儿。至于普兹茅斯的社交圈子，那种可以弥补他生活，是的，他家庭生活缺陷的交往，在他父母的熟识圈子内是从来没给过他起码的满足感的。他觉得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他可以坦诚相待毫无顾虑的。在他看来，男人都粗俗不堪，女人都轻浮浅薄，所有的人都缺乏教养，不论新老朋友，见了面都与他格格不入。有些接近他的少女，起先考虑到他来自从男爵的家庭，对他还算尊重，但不久便对他不理不睬的说他架子大。因为经过进一步的观察，他们发现他既不会弹钢琴，也不穿漂亮的毛皮大衣，他根本无权自命不凡。在家庭的热烈，是的，在家庭的恶劣气氛中，芬妮得到的第一个真实感慰，便是他对苏珊的了解加深了，希望自己能对他有所帮助，这也是他觉得完全应该做并有可能取得持久效果的事儿。苏珊总是爱怎么做便怎么做，但是她的言谈举止中流露的坚定性格使她惊讶和害怕。至少过了两个星期，她才开始理解这种与她截然不同的个性。苏珊看到了家中的许多错误，想要纠正他们。
一个14岁的女孩子，仅仅靠自己凭直觉认识到的理由，便要这么做，在方法上有些偏差是不奇怪的。凡妮不久就对这种天生的理解能力逐渐产生了好感，认为她在错误的行为遭到严厉的指责以前，便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苏珊只是按照自己的道理，遵循自己的方法行事，但这些道理和方法，凡妮也是能够承认的。只是她的性格比较随和，比较柔顺，不敢直截了当采取行动罢了。在苏珊试图发挥作用的地方，她却只会走开和哭泣。但苏珊的作用，她是看得到的。尽管事情依然很糟，但要是没有她的干预，就会更糟。她的母亲和贝茨就会毫无约束，变得更加随心所欲，更加粗鄙庸俗。每次与母亲争论的时候，苏珊在道理上总是占上风的，母亲的好话也不能使她屈服。盲目的宠爱是造成她周围的弊端的根源，她却从不明白。不论过去和现在，苏珊都没有感受过母爱，这使她不能忍受别人得到过度的宠爱。这一切逐渐变得明显了，使苏珊在姐姐眼中成了一个值得同情和尊重的人物。然而她的态度是错的，是的，她的态度是不对的，有时还非常错。她的做法往往选择不当，不合时宜，她的脸色和语言也往往引起非议，这都是范妮不能不感觉到的。但是她希望他们能得到纠正。她发现苏珊对她是很尊敬的，总希望能得到她的好评。尽管要范妮发挥权威作用带她是一件新鲜事儿，尽管她从没想到自己有能力指导或教育任何人，她还是决定不时向苏珊提出一些意见，竭力为了她好，向她灌输一些较公正的观念，让她懂得怎样对待每一个人，怎样才是最明智的态度，把自己受过的较好的教育灌输给他。他的影响至少是对影响的认识和运用，起源于他对苏珊的做的一些好事，那是他经过仔细考虑和再三犹豫之后才付诸实行的。他很早就想到，也许不多几个钱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银刀问题。他现在时常引起争吵，而他身边有一些钱，因为临走时姨父给了他10英镑，这使他有力量这么慷慨。但是他不习惯给人恩惠，除了对非常穷苦的人，他也没尝试过消除别人的痛苦。他从没在同等人中间做过施舍或馈赠，他还担心被人认为想装出克小姐的派头，在家中抬高自己。经过一些时间的斟酌，他才决定他赠送这么一件东西不是不合适的。他终于这么做了，为贝茨买了一把小银刀，孩子欢天喜地地接受了。他这么新，从任何方面看都比他想要的另一把更可爱。这样苏珊也对自己那把小刀拥有了全部主权，贝茨也得意地宣称他现在有了这把漂亮的多的新刀，再也不要那把了。他的母亲同样满意，似乎并无责备的意思。范妮本来对这点是有些顾虑的，这件事完全达到了要求，家庭口角的一个根源消除了。他对苏珊向他敞开心灵起了关键作用，也使他多了一个可以爱和关心的人。原来苏珊也是有他的小心眼的，至少2年来他一直为了那把刀争争吵吵，现在成了他的主人，他当然高兴，但又担心他的姐姐对他不满，只是为了免得他老是争吵，才不得不买了那件东西，好让大家太平无事。这实际上是对他的责备。
他把他的心情公开了，他承认了他的忧虑，谴责了他自己争吵不休的脾气。从那时起，范妮看到了他性格的可贵之处，发现他多么希望得到他的好评，多么重视他的意见。他再一次体会到了感情的重要作用，要求自己对一颗需要帮助又应该得到帮助的心灵做些有益的事儿。他开始提出劝告，这些劝告那么合情合理，正常的头脑是不会不愿接受的。他又讲的那么温和，那么谨慎，不是刺痛偏激的脾气。他很高兴发现他们往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既看到了不得不采取宽容和克制态度的有利一面，又怀着同情敏锐的觉察到了 Susan 这样一个女孩子必然感到的暂时不快。她的期望是不会过高的。在这件事上最使她吃惊的是，不久她便发现 Susan 非但没有为了这些批评抛弃和厌恶合理的认识，而且许多合理的认识和正确的观点都变成了她自己的东西。她觉得一个在无人管教和不良习气中长大的人，能在头脑中形成这种恰当的合理的看法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他没有埃德蒙表哥这样的人指导他的思想，帮助他确立自己的原则。两人的亲密关系就这么开始了。他对每人都具有重大意义，他们一起在楼上逃避喧闹嘈杂的家庭。范妮得到了安宁， Susan 也开始懂得默默地做事并不是不幸。他们屋里没有生火，但这种情况即使范妮也早已习惯。他使他想起动物，心中便觉得好受多了。这是唯一的相似之处，两个房间在面积、光线、家具和景色上是完全不同的。他想起他的书籍和箱子以及各种舒适的布置，常常发出叹息。两个女孩子逐渐把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楼上，起先只是做针线和谈话，但过了不多几天，对谈起的那些书籍的回忆变得那么强烈，难以忘怀，以致范妮觉得必须再找些书籍来。她父亲家中是没有书的，但财富可以大胆地想望一切。他那几个钱为他开拓了通向流通图书馆的道路，他成了一名赞助人，惊讶地发现那里的每一本书都成了他的私人藏书，他可以参与他的一切活动，既是他的借书人，也是书籍的选择者。他的选择可以对每个读者的进步发生作用。但事实是这样， Susan 从不读书， Fanny 要让他与他共享他的最大乐趣，鼓舞他对他自己爱好的传记和诗歌发生兴趣。另外，他希望在这种活动中埋葬他对曼斯菲尔德的一部分怀念。他觉得如果仅仅手指有事干，他便可能轻而易举地占领他的头脑。目前读书尤其必要，因为根据姨母最近的来信，埃德蒙到伦敦去了，他必须阻止他的思想随着他前往伦敦。他毫不怀疑他去后会发生什么事，预定的通知随时可能到来，每天附近邮差的打门声总是使他心惊肉跳。如果读书能把他赶出脑海，哪怕半小时也是好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第41章。自从得到埃德蒙已在伦敦的消息之后，一星期过去了，范妮没有收到他的信。从他的沉默可以得出三个不同的结论，他的心便在他们之间来回跳跃，有时这个有时那个显得可能性最大。也许
他的行动又推迟了，或者他还没有得到机会与克拉夫特小姐单独会晤，或者他太快活了，没有心思写信。范妮离开曼斯菲尔德将近四个星期，这是他每天都在计算的，从来不会错。一天早晨，他与苏珊正准备上楼，一个客人的打门声使他们站住了，因为丽贝卡很灵敏，立刻跑去开了门。他对履行这个职责总是特别起劲儿。他们要走开已来不及了，传来了一位先生的声音。一听到这声音，范妮的脸色便发白了。接着，克劳福德先生已走进屋子。他具有清醒的理智，每逢必要，他总能随叫随到。他发现他还记得他的名字，可以向母亲介绍他，称他是威廉的朋友。尽管在事前他不会相信，在这种时刻他还能说得出他的这个音节。他意识到他只知道他是威廉的朋友，这鼓舞了他的勇气。然而介绍以后，大家重又坐下后，对这次拜访可能会怎样的恐惧感又占了上风。他觉得自己几乎已到了昏厥的边缘。在他竭力保持镇静的时候，他们的客人先是像往常一样露出兴奋的脸色向他走去，但马上聪明而亲切地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了，让他有时间定下神来。他则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母亲这儿，一边与他寒暄，一边彬彬有礼地向他问候，态度温文尔雅，同时又包含了一定的友谊和兴趣，总之表现了完美无缺的风度。 Price 太太的举止也达到了最好的状态，她为自己的儿子有这么一个朋友感到高兴，又希望在他面前显得富有教养，只得克制自己，笑容可掬地流露出感激之情，那种真诚的母亲的感激。 Price 先生出去了，他觉得很可惜。 Fanny 已定下神来，听到这话心想他可一点儿也不可惜，本来使他不自在的原因已经够多了，现在又让他在这么一个家庭中找到他，他更觉得无地自容。他可以为这弱点责备自己，但责备并不能使屈辱消失。他感到害臊，如果父亲在家，他带给他的耻辱会比其他一切带给他的更大。他们谈到了威廉，这是 Price 太太永远讲不厌的话题。 Clawford 先生也对他恭维备至，情绪几乎与他同样热烈。他觉得他一生中从没遇到过这么可爱的人，奇怪的只是这么一个伟大可爱的人到普斯茅斯来，既不是要拜访港口司令或地方长官，也不是要视察海岛或军舰修造所。他到普茨茅斯来，与他一向知道的那些地位显赫的证明，那些富贵荣华的标志毫无关系。他是昨天晚上很迟才到达的，要在这里逗留一两天，住在皇家饭店。到达以后，偶然遇到了两三个他认识的海军军官，但这不是他来的目的。在介绍了这些情况之后，他觉得不妨瞧瞧范妮，与他讲讲话了。他居然忍受得了他的目光，听得进他的话。他说道，他离开伦敦前夕与他妹妹一起度过了半个小时，他要他转达他最真诚最亲切的问候，但来不及写信了。他说他从诺福克回来，在伦敦只待了24个小时便得动身，能与 Mary 相处半个小时已很幸运。又说他的表哥 Edmund 已到了伦敦，据他所知已来了几天，他还没有与他见面，但知道他很好。他离开曼斯菲尔德时那里也一切安好，他明天要上弗莱泽家吃饭。范妮注意听的听他说，甚至对最后提到的那件事也没有忽略。不仅如此，他似乎还使他厌烦的心灵也感到了一定程度的宽慰。
这时一句话掠过了他的心头，那么到这个时候一切都定局了。不过除了一点红晕，他的脸上没流露任何感情。他又谈了一会儿曼斯菲尔德，因为这显然是他最感兴趣的。接着他便开始暗示早晨的散步是有益的。这是一个可爱的早晨，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晴朗的早晨往往会突然转变，每个人最好毫不拖延，随时从事锻炼。但这些话没有得到反应，于是他立即向普莱斯太太和他的女儿们正面提出建议，他们不失时机地出去散步。现在他们明白了。然而普莱斯太太除了礼拜日几乎从不出门，她承认了家中这么多孩子，她很难找到散步的时间。那么她是不是劝她的女儿们利用这种天气出外走走呢？她很乐意陪伴他们，普莱斯太太非常感激，愿意照办。她的女儿一直关在房里，普茨茅斯是个枯燥的地方，他们很少机会出门。不过她知道他们正要上街办些事儿，一定是乐意出去走走的。说来奇怪，谈话的结果竟是十分钟后古怪的别扭的闷闷不乐的范妮已与苏珊一起出了门，在克拉福德先生的护送下向热闹的大街走去了。但不多一会儿，痛苦便接踵而至，心慌也变本加厉了。他们还没走进大街便遇到了他的父亲，虽然这是星期六，他的外表仍毫无改进。他站住了，他的样子不管怎么寒碜，范妮也不得不把他介绍给克劳福德先生。他毫不怀疑，这一定会叫克劳福德先生大吃一惊，他一定会感到羞耻和厌恶，一定会马上放弃他，打消对婚事的任何希望。然而尽管他巴不得他的热情得到根治，这样的医治却与患病几乎同样糟糕。我相信在我们的联合王国，大概每位年轻小姐都是宁愿忍受被一个聪明可爱的先生追求的不幸，也不愿这位先生在他最密切的亲人的粗鄙表现面前逃之夭夭的。克劳福德先生也许根本没有想到要把他未来的岳父大人看作衣着的典范，但是范妮立刻松了一口气，发现他的父亲在这位高贵的陌生人面前顿时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个人，另一个普莱斯先生，与他在家中完全不同。现在他的举止虽然算不得文雅，却大体上还过得去，显得爽直风趣，生机蓬勃，很有些气派。他的表情也像一个慈祥体贴的父亲，那副响亮的嗓音在空旷的室外更取得了特殊的效果，而且他没有讲一句粗俗的话，这是他对克劳福德先生的美好风度的本能反应。无论是怎样，范妮马上觉得放心了不少。两位先生礼尚往来的结果便是普莱斯先生提议带克劳福德先生参观海军造船厂。克劳福德先生对这番盛情很想接受，只是海军造船厂他已参观过多次，现在只想与范妮多待一会儿，因此非常客气地表示，如果两位普莱斯小姐不怕疲劳，他很乐意奉陪。由于他们根本不怕，这是可以确定或推断，至少可以指望做到的。大家决定前往造船厂，普莱斯先生打算立刻前去，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女儿还要上大街购买物品。然而克劳福德先生提醒了他，他只得先让他们上店铺，他们是专为这事儿上街的。这没有耽误多少时间，因为范妮不愿让人等得不耐烦。两位先生站在门口，还没开始讨论最新的海军法规，或者确定现在服役的三层炮舰有几艘以前，两位女伴已与他们会合，准备出发了。
于是大家立即朝造船厂进发。按照克劳福德先生的提议，在路上他们应该排成单行行走，由普莱斯先生负责照料大家，因为他觉得两个女孩子只能跟在后面，如果他们走得这么快，他们可能跟得上也可能跟不上，他会随时关心他们，指导他们，但不一定能做到万无一失，不过他绝对不会离开他们。每到十字路口或者拥挤的地方， Price 先生只是大喊，来姑娘们朝这儿走， Fanny 朝这边走， Susan 当心你们自己，别东张西望，注意前面。他却随时照料着他们，从不离开。到进入造船厂以后，克劳福德先生开始盘算，想找机会与凡妮痛快地谈一下。这时他们遇到了普莱斯先生的一个老朋友，他是经常与他一起闲荡的，几乎每天都要到造船厂看看，因此普莱斯先生认为他是比自己更好的向导。到过不了一会儿，这两个军官似乎已只顾自己闲荡，尽谈些只有他们才觉得津津有味的事儿，不再管他们了。几个年轻人有时在一堆木料上坐一会儿，有时在他们参观的造船厂台上一艘修理的舰上找个地方歇歇脚。范妮正需要休息，这些地方是最方便的。克劳福德真是巴不得他这么疲劳急需坐坐，但是他也希望他的妹妹快些走开。一个像苏森这种年纪眼睛又这么尖的女孩子是全世界最坏的第三者，她与波特伦夫人根本不同，浑身都是眼睛和耳朵，在她面前是不能谈机密问题的，她只得老老实实净讲些无关紧要的话，让苏森既觉得有趣又不得要领，只是不时使个眼色做个表情，让了解情况的范妮明白他的意思。诺福克是他谈得最多的，他到那儿去了几天，那儿的一切在他目前的计划中都取得了重要位置。像他这样的人，不论他去过哪里，见到过哪些人，他都能找到些谈笑的资料。他的旅行和朋友也都可以派上用场。苏珊对这种谈话只觉得新鲜有趣儿，但对于范妮，他们却不仅仅是他经历中一些姓顺口胡诌的趣事。为了获得他的欢心，他还为他在一年中这个不寻常的时候前往诺福克找到了特殊的理由。他真的有事要办，那是延长一份租约。他相信他关系到一个勤劳而人口众多的家庭的幸福。他怀疑他的代理人在暗中捣鬼，他要做出不公正的决定。他决心亲自前去彻底查清事件的是非曲直。他去了，获得了超过他预料的成绩，比他原先计划要取得的更大。现在他可以祝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尽了自己的责任，也给他的良心提供了值得欣慰的回忆。他与一些从不相识的佃户见了面，还对一些农舍的情况有了些了解。他们尽管在他自己的庄园中，他却一向对他们毫无所知。这是说给范妮听的，也确实打动了他。他的话这么正直无私，他听了很高兴。他应该这么做，他的行为是高尚的，做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朋友，没有什么使他更感动的了。这是的，他正要给他一个赞美的笑容，但他突然给吓跑了，因为他又讲了几句话引起了他的警觉。他说他希望不久就能找到一个助手，一个朋友，一个可以在艾弗林汉姆指导他实行各种公益和慈善计划的人。这个人可以使安弗利汉姆和他的一切变得比过去更可爱。他别转了头，希望他不要再讲这样的话。他是的，他但愿他比他过去想象的更好，具有更多优良的品质。他开始觉得
他终于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人是可能的，但是他不仅过去将来也永远不适宜与他结合，他不应该再想到他。他发觉他谈艾弗林汉姆已谈得太多，必须谈些别的了，于是把话题转向了曼斯菲尔德。他选择的再好也没有了，这个话题几乎立即把他的注意力和他的脸拉了回来。听到或谈到曼斯菲尔德对他真是一种恩惠，与每一个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分开了这么久，谁提到他，在他听来便无疑是一个朋友的声音，他使他想起他的美好景色和愉快生活，为这一切发出眷恋的叹息。他对那里的人做出的公正赞美在他内心获得了热烈的共鸣，他把他的姨父称作一切聪明和善良的体现者，把他的姨母称作最慈祥的长辈。他自己也非常喜爱曼斯菲尔德，他这么说，他希望今后有不少时间，不少岁月可以在那儿度过，他要永远住在那儿，或者他的附近，他特别指望今年能在那儿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季和秋季，他觉得一定会这样，他对这点充满信心。一个胜过去年千百倍的夏季和秋季，同样生机蓬勃，同样丰富多彩，同样热闹和睦，但有些难以描摹的绝对美好的情况却是新的。曼斯菲尔德，索斯顿，桑德莱西，他继续道，在那些家庭中会形成一个多么和谐的社会，到了米加勒节也许还会加上第四个家庭，并且在这一切都这么可爱的区域修造一所狩猎小屋，因为承蒙埃德蒙·伯德勒的好心，他提议的在桑德莱西建立的任何同居关系，我想我预见到了双方对那个计划的意义，双方夫人之间的合理而不容争辩的意义。这时范妮尤其不愿开口了，不过这一刻过去之后，她可能有些后悔，觉得应该强迫自己承认她理解她的一半意思，同时怂恿她再谈谈她妹妹和埃德蒙的事，这是她急需了解的，不敢触及她的软弱态度不久可能会变得不可原谅。Price 先生刚看过他们想看的或者有时间看的一切，别人已准备回去了。在回家的路上，克劳福德先生利用一分钟的时间偷偷告诉范妮，他到普斯茅斯来的唯一目的便是看他，他要为他，也仅仅为他在这里耽搁两天，因为他不能忍受他们过久的分离。他很抱歉，真的很抱歉，然而除了这一点以及两三件他但愿他没有讲的事儿，他觉得从上次见到他以后，他已有了不少改进，他变得温和多了，有礼貌多了，比在曼斯菲尔德懂得考虑别人的感情了。他从未见过他这么和蔼可亲，几乎接近和蔼可亲。他对他父亲平易近人，他对的苏珊尤其显得亲切，恰合分寸。他是完全变了，他希望第二天快些过去，要是他只来一天那就更好了，不过这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坏。关于曼斯菲尔德的谈话还是给了他不少乐趣。在他们分别以前，他还得为另一件事感谢他，这不是一件小事，他的父亲要求他赏光，与他们一起吃顿羊肉饭。范妮一听吓了一跳，好在他立即宣称他已有约在先，无法从命了。他今明两天都已预定与别人一起用膳，那是他在皇家饭店遇见的几个老朋友，他们邀请的是使得他们的邀请是无法回绝的，然而他很愿意明天再来拜访等等。他说完便走了，范妮确实觉得好像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下了，他终于避免了这么可怕的一场灾难。让他与他的家人一起用膳，
看到他们的一切缺陷，这太可怕了。丽贝卡的烹饪技术和，是的，和丽贝卡的伺候方式，还有贝茨的狼吞虎咽，随心所欲的把一切菜肴拉到自己面前，这些事儿，连翻译自己也至今还没习惯，常常弄得他无法安心吃饭。他的文雅只是天生的素质，而他是从奢侈和享乐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